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。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地区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，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，点灯供水献石供，招请及甘露施食，祈愿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众生安乐、与法自信。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，日期2月17日星期四，时间下午2点开始，地点南投县埔里镇天子宫，南投县埔里镇中心路23-10号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0492315999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接下来请收看菩提树斋吉祥来。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做素食料理的节目了哈。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一次要做什么料理呢？我们仔细看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宫保杏鲍菇。来，我们介绍今天的食材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杏鲍菇，然后黄椒、红椒、青椒，一定要的是干辣椒，还有这个花椒、老姜，这些就够了。好。啊，其他你用什么食材，就你自己都可以去搭配。那调味料在这里，好，来，这个是素蚝油、麻油、橄榄油、糖，还有这个是那个番茄酱，一点面粉或者是薏米粉都可以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做这一道菜的达人。他是一个非常好、非常会做菜的达人，我们来请他来出场。来，徐老师啊，欢迎你！好，大家好，周师姐好，阿弥陀佛。料理有公式，教你好本事。我跟你学了以后，我绝对有本事。对，感恩你，真的百忙之中啊，找来时间来跟我们这分享。对，所以说我们的公式就是很简单，把调味料变五种啊，红烧、糖醋、茄汁、酱爆、咖喱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道菜，叫做黑色综合味。这个是我发明的。真的对，什么叫黑色综合味？就是要有一点我们的酱油啊、糖啊，就是把它加一起，就是属于黑色的，黑色的叫做黑色综合味。那等一下，因为这样子讲，大众比较好记，也比较简单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用这个食材要来做宫保，还有我们的调味料，刚刚周师姐都已经有介绍了。那我们的食材要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的杏鲍菇，把它切成3段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自由剥。什么叫自由剥？不是自己然后随便剥都可以，你爱吃大块就剥大块，然后你爱吃小块就剥小块，好，这样子。而且为什么不切的呢？用剥的，最主要用剥的比较看起来就是比较
哎，没有很规则哈，而且它里面的那个缝哈，可以吸了很多的汁。好，这样子把它剥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你不要，好，你把它这样剥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叫做随意剥，所以还有一个创意随意剥、创意剥都可以，随便你怎么剥，对，就是把它剥好就对了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剥完之后呢，还是要把它配色。我刚刚讲的，做菜就是要色香味。我们今天这一道菜里面，都有做到这一点啊，因为它就是白色。然后我们的整盘看起来就色香味都记住。对，但是像我上课的时候，我会跟学生讲，我们今天用不要青椒、红椒、黄椒。那如果说你用一句话带过，彩椒。哦，就是彩色，对，颜色都有的，对，这也是有。哎，现在还有很多颜色呢，对，所以是把它带过。其实也不一定配这三个啦，你自己爱吃什么，你自己去配都可以，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宫保啦，就是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杏鲍菇啦。那我们的老姜，哦，就是不用去皮，把它洗干净，洗干净就好了，切成薄片。哎，对，切成薄片，非常越薄越好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才会。一过油才会缩起来。我们可以留一点，把它逆纹切，把它切成。为什么要逆纹切呢？因为我要把它变成末。那一般的话，你切末会把它切片，切片，然后再切丝，再横切。那我们不用。今天老师教你这个刀工，很赞哦。逆纹切，一拍，好，我们是不是变末了？好，就是好厉害的，三秒刀工。就是末，好，不用再切切片切丝，这样子把它整合一下。好，我们有一点末在里面，等一下爆香，它能会把味道释放出来，对，吸收到。对，然后我们先把它拍末，然后一些把它切片，好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。其实这一道菜来讲，荤的也是很有名的，一般的都很喜欢，因为这个是有一点重口味。有点重口味，台湾人最爱吃重口味的啦，啊，无重口味的，感觉这重口味无重口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去，就是这样子哈，去籽，我们大概是用个一半就够了。一半够了，对，然后把它切成菱形。对，因为我们要配合它的刀工。刀工，因为主菜就是这样子，你这道菜切块，那我们这个也不能切太小。对，切菜太小，然后做出来你的刀工会杂乱，等于是，看起来就是刀工不整。所以我们要把它丁对丁，力对力，丝对丝，对吧？块对块，对。所以考照已经离现在30年了，还是基本还是会记得啦。一定第一个就是考照，一定学习做餐，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对，要这个要懂得刀工的基本功，就是力对丁，哈，丁对丁。最主要你要帮它让它变成菱形片，你先切条，然后再来把它横切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菱形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很。那有的会把头尾切掉，我就说不要浪费食物。对，不要浪费食物啊。对，可以。这个那很棒。大致上用的都要差不多的数字哈，所以就是不要啊，什么绿的很多，红的很多，就是大概要平均。你看我都加半颗，对，这样做起来才会均匀，才会好看。好，我们周师姐一定也很会做菜。哎呀，你是每天做，我是偶尔这个差你太远了。好。那我们把它也是一样，把它切成条。你看都半颗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做起来，它颜色才不会说啊红的太红，黄的太黄，对，才均匀，哎，对，要均匀，平均，我们要做的平均。啊，这个光听它刀工就觉得很恐怖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还好，啊，这样差不多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先炸，起油锅，对，我们先来起油锅，这个拿下来，基本上就拿下来。好，那我们，我们要把它加一点水。为什么要加水？一点点，要湿湿的，它那个粉才会吸住，也不用太多了哈，一小一点点。很多就不要。那我们放一点好，酱油膏，一滴滴就好，不要太浓的颜色，一滴滴就好。对，我们要让它有一点颜色。是，好，再来我们的薏米粉，薏米粉在这里。好，
玉米粉，好，不需要太多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好，我们把它抓均匀。对，把它抓均匀，让它。好，你没有放一点蚝油上色的话，你炸起来白白的啊、嗯，因为有一些是吃到很素，它没有、嗯、没有加蛋。嗯，那一般的话，我们会把它打个蛋进去，嗯、对，啊，就不用加水，加蛋，对，所以是没有蛋的，所以我们加一点水，才会把它拌一拌，才能拌均匀，才能拌均匀，让它吸住。嗯，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还是一样要试油温，嗯，好，试油温，试油温，大家知道哈，等等看，我们这样子，哦，可以了，有浮起来了。嗯，就是瞬间浮起来，你就可以炸、嗯、好，那我们把肉勺先把它拿过来。肉勺要怎样？哈，要先擦干。对，嗯、好，有在记哦。啊，有，我很努力在记、嗯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放进去。嗯，好，不能用丢的哦。嗯，慢慢把它放进去、哦，因为动作要优雅。对啊，都不要因为啊，好好的对待它了啊。对，看起来而且我们的火啊、哦，要把它稍微控制一下，嗯、不能太大。好、哦，你要炸，如果说你没有一般的话没有煮菜经验，你可以先油温够热了，你再把火关掉，先把食材对对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对，食材全部都放好了之后，嗯，好、哦，我们再来把它开火啊、哦嗯，好。欸，这个宫保鸡丁真的素的宫保鸡丁非常好吃，对，哎，真的不亚于荤的。所以你们假如说吃素，认为说啊太单调化，其实你可以做到非常多的，那、啊、几百种。你看我们从开始教学到现在已经几百种了，你看哇，很多学生都非常非常厉害。你这样子煮，宫保就是、等于是煮宫保味道，对，那你也可以把它炒成汤醋味。可以啊、哦、对对，一样这些东西可以做、哦、你只要酱放糖醋味就是糖醋味啦，用酱把它改为糖醋味就 OK 了，是没错。好，我们把它炸上色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加少许油膏，所以素蚝有它会有一点有点颜色，嘿，稍微看起来你看来很漂亮，颜色很漂亮、哦、有一点颜色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来，那我们最后已经上色了，我们再把这个放进去，好，一起捞起来，过油一下就很亮。对，只是进去把它过油一下而已，就是杀青，去掉它的青色味，好，青色，对，青色味。啊，台湾味就是个臭菜味，好，特别有臭青味，对，我们把它捞起来。这颜色真的是超级漂亮的，好，把它甩干一点，好，你就把油倒起来，把油，倒起来，好，我们留一点点爆香，花椒，来，花椒，干辣椒，好，花椒。花椒一定要冷油、哦、不要太热的油进去，太热的话那个花椒烧焦以后会苦、所以我们要把它这样子那马上捞掉、只是要它那个味道而已，所以花椒不能放在那里面，是要让它麻，就不要让它那个花椒一定要捞掉，不然真的是不行的，会很苦。好，现在就是要把姜末、姜先放，姜把它老姜把它炒香，老姜，要不然一点麻油，对，好，先把它爆香一下，好，那我们的麻油这里，麻油是，这个是酱油，这个是，对，还好。好，我们把它加麻油，好，加一点刚刚我们卤的卤汁，卤汁，没有卤汁的话你就不用，没有卤汁就加酱油蚝油也可以，素蚝油也 OK， 然后把这些番茄酱，对，我还要少放一些番茄酱，
番茄酱量。好，番茄酱不用太多，我们只是要做色，有那个红红的颜色会比较漂亮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把这些放进去，好，把它拌均匀，火不要太大。哦，这个有火了，好，这些都熟了，所以火不用太大。对，加点番茄酱的意思就是要让它看起来丰饱的颜色很漂亮，漂亮。对，再来这个就很重要哦。你在煮的时候绝对不能热油把干辣椒放进去，它会瞬间就烧焦了。所以我们都把它放好，最后再把我们的花椒那个干辣椒放进来。好，给它。好，再开火，两三下就好了。对。有的人还会加一些什么，因为我没有加糖，是因为这个刚刚我们的卤酱油已经有加糖，冰糖在里面。对，好，完成，这一道就是我们的宫保，杏鲍菇，宫保杏鲍菇，好，分了，好，我们这一道是宫保，够简单的啦，今天。看你做菜是一种的享受，有，真简单，真的非常享受。宫保杏鲍菇，食材：一、杏鲍菇；二、干辣椒；三、姜；四、青椒；五、红椒；六、黄椒；七、花椒。调味料：一、麻油；二、素蚝油；三、糖；四、橄榄油；五、番茄酱；六、玉米粉。做法：一、杏鲍菇先切成三段，用手撕成块状，加一点点水，素蚝油、玉米粉、干粉拌匀。二、青椒、红椒、黄椒、去籽切成菱形状。三、姜，一些切薄片，一些切成末。四、起油锅，将杏鲍菇炸熟成金黄色，将彩椒一起加入过油备用。五、用油锅将花椒稍微拌过后即马上捞起。六、将姜用麻油爆香，加入素蚝油、糖、番茄酱、杏鲍菇、彩椒拌炒。七、最后放入干辣椒拌炒一下即完成。这道菜叫做天贝番茄粥，非常好吃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的这个讨喜。我们赶快来看看哪些材料。这里就很简单，牛番茄，你也在跟大的这些水材里，你不要哈、太大的，也真的都吃番茄，什么都不要吃啊。所以番茄，再来就天贝，两种而已哈。啊，这个天贝呢，它是很在吃素来讲，天贝是一个非常现在。非常哈，大家非常这个热爱的一种食物，好，当然有八种，有这种天贝有八种的豆子来做成的，所以对吃素的人非常的哈有帮助。好，那再来介绍调味料，只有一种油醋，啊，油醋怎么做呢？顺便说一下哈，油醋就是橄榄油加乌醋加糖，啊，三酱干烂掉。好，那你要糖多还是糖少还是？啊，最主要油不要太多，油不要太多，油等于一汤匙或是一汤左右就好。那醋乌醋大概一瓶的差不多啦，一半你就可以做很多了。加糖就这样而已。这个就是这道菜全部的材料。好，再来要介绍达人，非常想到他我就很开心。阿弥陀佛，我们请这个习主任、习老师、习教授。来，欢迎阿弥陀佛，谢谢周师姐，阿弥陀佛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叫做天贝番茄粥。那番茄粥就是我们自己选，就是说比较
红一点的番茄，对，对太软的太做的时候比较容易失败。嗯、那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天贝，天贝我们等一下要把它切成、嗯、啊我们的八等份，因为我们做八颗，我们就做切个八等份。对、嗯，好，那你要分。其实你要把它分一样大小、嗯、就是要从中间先分。用目测就好了、欸、不用去量、欸、哈。对、嗯、那你这个天贝它很松、嗯、你不能太用力、嗯、它会松掉。对。所以你的手两只把它 hold 住、欸、hold 住这样就可以了。天贝。那我们这样子先把它对切，然后这边再对切、嗯、这边再对切。就 OK。切起来的时候它才会平均、哦、才不会说大小不一。好、哦、那我们把它切一下。恭喜天贝、哦、吃素的人现在是。很夯的一种食材，食材哈，所以我们大家有的说啊，不天贝，我们不要那煎啊哈、嗯啊，对，只要把它煎一煎就可以了。嗯、对啊，很简单。对，好，这个四面都把它煎一煎就可以了。像现在很夯的就是天贝啦，还有未来肉啦这些的哈，那其实还可以做很多，有一年的话，我们来做更多。好不好？对，可以啊。一起推动素食，哦、一起推动健康，爱地球。对，好，这是咱的距离吗？对，好、嗯。那我们的番茄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前面这个、嗯、把它的地头好拔掉，好地头不要，好、嗯，那稍微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从上面、嗯、这些切下来，好，把它切一个中，挖、嗯、个洞，好这样子，嗯、对，好就可以了。对，那这些不要丢掉哦。好，我们把它切平一点，好，要让它平。对、嗯，那我们前面把它切少一点。好，每一个都让它差不多。哎，对对对 对, 对，才不会有高有低。对，看哈、嗯。好，那这些要留起来哦，不可以丢掉哦。等一下再来整理。对，你要说牛番茄为什么那么好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就是生长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。是，假设牛番茄哈，它每一颗的红的那个程度都差不多哈、嗯。其实这个叶黄素是不是非常的棒？所以我们大家哈可以多用牛番茄来做菜。其实我用牛番茄卤高丽菜，它里面有茄红素。茄红素对。这个牛番茄来那个炒高丽菜也很好吃，炒豆包哦，太多可以做太多的食物了。好，我们已经把它切平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小汤匙、嗯哦、把它挖。好、哦，我们先用小刀，哎，不要挖，卖挖个套轨的。对、哦、对，好，我们把它在里面绕圆圈。嗯，好、哦，这个它有里面有一个梗在，对，哦、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把它切断。对。这番茄哦，这个焗烤番茄盅也很好吃哦、嗯。你可以就这样做，然后里面看你想吃什么东西哈，塞进，然后撒上那个焗烤哈，撒上起司丝，哇，焗烤起来小朋友嘛就爱起来嘞。对、啊，这种实在，你说你学多少？你今天看了以后，你也许你说啊，我有归咎，可是你自己都没办法说你到底学了多少，是太多了嘛、嗯，种类太多了，可以随时都会改变哈。可以不用全部挖到，不要挖到，就是我们待会塞得进去的范围，对，有一些在里面。对，我们吃的时候，这样综合吃起来才有这个、番茄的味道。对对对，那很棒。不要全部掏空，不要全部掏空，对，我们留一些，留一些在里面做底部。好，这样 OK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的煎干贝，天贝，天贝煎一煎，三方面都要煎熟。好，我们要煎的时候，同时先要把锅烧热。嗯，好、哦，你锅没有烧热，待会我们放进去煎的时候，它会粘锅。嗯、哦，所以我们要先把锅烧热，然后放一点油进去，把它煎。这种天贝有人做扁形的，不一定都是这种圆形的。天贝有五种豆子做的，它这种是八种豆子做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放在番茄瓮里面啊、嗯，就是要选圆形的。对，所以我们选圆形的。那比方说你买扁的，就是扁圆形的，你就可以做其他的作用，比如说有这包在中间的啊，包馅或是什么啊。我们现在今天是。做在番茄盅里面的，所以我们是用圆形的天贝。天贝是这几年台湾才研发出来的，非常效果非常好。
我们先把它润锅一下。嗯嗯，好，这个叫做不粘锅，我们把它这样子做，火别太大。嗯，这天贝的味道并不是很好，因为它全部是豆子做的，所以你一定要靠其他的佐料，小朋友才比较不会说不喜欢吃，或者把它煎得香香的哈，撒一点那个，这个佐料就会有味道，不然一般小孩子说啊，这个都没什么味，没什么爱吃，所以我们是尽量。那我们今天做这个天贝啊，我们。番茄加天贝，没有，不要放其他的佐料，我们就放油醋就好了。油醋淋下去非常的对味，好，非常的对味。好，那可以，我们煎一下。好 ，OK， 差不多了哈。这个。煎这个需要有一点技术，这不是平底锅比较不好煎，对，没关系，你家在家里你不用煎，用烤的也可以，烤的也是很香，烤的也是非常的香哈，要烤的，很多的做法啦，这个好，我把它放出来，好，就差不多了，好 ，OK 了哈。好，我放在这里啊，放一颗一颗把它装进去。哎，对，好好，放焦一点点的，这个还有一点不大焦。不大焦，没关系。啊，这个天贝的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。对啊。哦，你不错。哎，感觉，而且感觉有个。哎，这个吃大餐的那种感觉，对不 对？我们这样塞起来跟差不多。你也可以这样子，还有一种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然后撒上起司丝，哦，一烤然后焗就好吃，焗烤，焗烤起来也非常好吃。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啊，这个来，这个搅拌一下，淋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是油醋，我们刚刚讲过油醋，好，乌醋加橄榄油，我们这是加顶级的橄榄油。油醋、橄榄油加糖，好，那你做的时候你就先乌醋，然后把糖放下去，让融化以后，再加一点油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把油醋酱先拌均匀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淋在上面，哎，淋在上面就好了。这样里面也会渗进去，外面里面都有味道。对，哎，这个是非常好吃的油醋酱啊。好，好，我们。外面也要让它有一点，对外面里面才有味道，油醋的味道，蛮好的。对，里面也把它，然后里面有一点醋，因为会沉淀一点点，有一点点沉淀。啊，真的看着就觉得很讨喜。吃，把它的下面的汁稍微装满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下面也可以沾得到。我们淋一点在外面，哎，对，你让感，所以这样整个吃起来有哈，这个味道里面外面都很均匀，对，变成一道创意料理。好，好，可以，好做不好做？好做，超级好做，很简单，好吃不好吃？我吃过，当然好吃，我才想要做这一道菜，希望大家。有时间带着你的小朋友、家人一起来做做看，好，请大家享用。天贝番茄盅，食材一天贝，二牛番茄。调味料：一、油醋酱。做法：一、将牛番茄洗净，泡下过滤水，戴手套将番茄去蒂去籽，做成盅状备用。二、将天贝切成块状，用热油锅煎成金黄色，
若天贝本身已有调味，则不用再调味。三，将天贝一一放入番茄盅里面，排盘淋上油醋酱即完成。打开生命。